去哪里？我给你找肩膀。
哇，好精彩的表演，好精彩的表演。啊，我们的洪信杰老师哦，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音乐宅男呢。你看他都不好意思讲话，你刚刚演了那么多个，你连歌名都不讲，就逼他一直演。哎，麦克风帮他开一下，来来来，是这支麦克风吗？对对对。我不太会讲话，所以就弹琴给大家听这样子。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上台把鞋子都脱掉在这边弹琴？这是我20几年来的习惯。习惯上台演出一定是不穿鞋。不穿鞋的赤脚键盘手。对。那你踏那个踏板不会不舒服啊？有一点踩。而且你踩过了，谁敢踩啊？啊，不是。等一下，我们乐团要用哎。开玩笑啊、哦！哇，今天而且我今天了解到，我们今天带来的乐手都超级棒的，而且我们从刚才贝斯 solo 就介绍起好不好？而且我刚刚知道他的名字之后，我觉得这个太屌了。你们看到他的发型，对，有没有想到什么样的蔬菜吗？有没有想到什么蔬菜？花椰菜。对，他的名字就是花椰菜，而且他还配了绿色的鞋子、绿色的衣服。虽然就是你想象一下，就那个深绿色的地方少一点，那个金粗一点的花椰菜，来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徐承建，然后刚从美国读完 NI 回来，这样子。你弹得那么凶，讲话起来那么腼腆，哦，真的每一个贝斯手内心都是一个小女孩。你刚刚名字叫什么？讲大声点。许承杰。许承杰。哦 ，OK OK， 弹得超级棒，对不对？而且他就是我们洪老师的，等于是学弟啦，同一个学校，在加州啊、最厉害的一个音乐学校之一 ，Music Institute 的。20年前的学长，那你跟他有什么血缘的关系吗？啊，不是。23年，差23年，哇塞，真的很厉害哦！才刚回来，哇，那这样很多贝斯手都紧张了，要回来抢饭碗了。我真的弹得超棒，给他掌声鼓励鼓励。来 ，Say hi to everybody. Hi everybody. I'm so happy to be here with brother Jay, who's such an amazing musician and such a gift to be able to share the stage with everyone.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讲多一点。So what's your name? Ah, I'm Alex. Alex,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Arizona. 我亚利桑那来的。我刚刚看到打鼓啊，让我想起前阵有部电影《晋级的鼓手》，对不对？啊。The movie talking about the drummer. Don't worry about it. Don't worry about it. 超级棒的啊！而且他说他本来是来做谁的演唱会？我们是来做，在这边可以讲，可以，九令的演唱会，对，九令当然可以讲了。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就没办法回去，对，然后就留下来，然后就把他找来做这个。对，对，他真的是因为来做演唱会的关系，他本来应该回美国，甚至要回到北京去的，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我没办法回去，他就一直待在台湾。他觉得台湾比较安全。他就来台湾。It's good as long as there's music, you know.他说台湾超级棒的，只要有机会玩音乐，你知道 this I believe this is the only country we can play live music outdoor right now in the whole world, right? Yeah, man, I can't argue with that at all. We've been playing music around town in bars for the entire summer, and I have musician friends in New York and all across the world, and everybody is out of work.So it's so amazing to be able to be in a location where we can still perform the music that we love for people that love to listen. Thank you. 好，我简单翻译一下。他说他们在全世界表演，到处在酒吧演出。他说真的，台湾最棒了，是我们现在全世界唯一能够还有机会这样在现场表演的地方。给我们自己台湾掌声鼓励鼓励 ，Yeah！ 好。来介绍一下这位年轻的吉他手，你不要再练了啦，你已经弹很好了，不要再偷练了，快，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李伟恩。哇，你，对，这个有点功高震主哎，这明明是你的场子，真的粉丝比你还多。没关系，我下次表演的时候你要在中间，好。下次让他在中间。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对，我跟花椰菜一样，我们是 MI 同学，我们差不多一起时间回来的。那回来多久？我要7月回来到现在吧，7月才回来，哇，你有隔离过了哈？好，那这个是韦恩，是我们现在等于台湾如果流行音乐圈等于第三代的吉他手，对吧？如果我们第一代最具代表人物是 Masa 老师的话，那第二代就是他爸爸。
他爸爸是台湾最重要的吉他手。他爸爸如果不愿意弹吉他，我们大概有上万张唱片听不到。爸在哪里啊？他爸爸是我们的倪芳来老师，在哪里？爸在哪？你跟我上来啊？不是，在哪里？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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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哇，他拿着 V8 在拍你耶！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哇，真的是拍杰哥了，他拍杰哥。这个年代还有人用 V8？ 这个我很久没看到 V8 了。啊，不过真的是这个一代一代真的传承了。你看到这个爸爸弹吉他弹那么好，儿子弹的好不好？耶！他们表演真的非常棒，还想不想听？那再来一首吗？好，那就再来他们表演一首歌，歌名叫什么？歌名 One Ten Ways， 最后一首了，你们觉得好听吗？好听。那就最后一首，再没有再多了。我们就把掌声交给洪欣妍老师。
们要谢个幕啊，要不要跟大家谢个幕？来，再一次跟大家报下你的名字。许成杰。掌声。洪信杰。Yeah。韦恩。Yeah。Alex Morris。Yeah。再一次把掌声给他们，超级棒的，哇塞，非常棒。